好，第八次酋长年有准，今天运气好，停到路边有停车格，刚好绕一圈要去收费停车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出来，赶快停进去。刚开始我可能就专心在酋长年，然后每天早上都会过来巡一下。好。等一下，对，看看。看到一只飞进来，左边这只啊，我让它从那边飞进来，都怪怪的，路径怪怪的，我要去打黑渊，有。左边这只啊。我怪怪的，路径怪怪的，我要去打黑渊。有，黑渊打架。黑渊打架我没什么兴趣，有准不见了。有准，顶头那只是有准的哦。一只今麦顶头飞有准，嘿，啊，几几边啊？那是黑渊，嘿，他都要去打黑渊，啊，伊飞过。我要进来，应该是要进来啊！去咱家飞进来，这只。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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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漂亮！再来，再来！哎呀，没，好像没抓到。是没抓到，没抓到，脚上没东西。真是好酷啊！逆光漂亮，最好拍得到。哇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啊，好好。公的，哦，他最近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有拍到，好，啊，雏鸟在叫，漂亮，哎呀，没有停，我不想追你了。现在那个
雏鸟一直在叫，它去哪里啊？它去哪里？啊，进去！哎呀，巢穴！哎，不要紧嘞，应该不是吧？这只猫，嘿，母鸟出来，停那里啊，停巢穴右上方。我刚才想要回来拍巢穴了，就一直跟公鸟干嘛呢？哎，刚好刚好，再回去再回去回巢穴来，没有，这只母的，再来，哎呀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公的应该没飞那么快啊，所以这只是母的。拿食物，拿食物。要出来了，最左边。他在看呢，出来！回去，漂亮，收工。